Dr. Sim 在这个达曼摩延加亚杜瓦这里啊，他有拨款了，做了这个休闲公园，所以他基本上呢都已经把这个公园建设得很好，当然也带来给我们的这个居民啊，尤其是在我们这边居住的居民呢，我们可以来这里锻炼身体啊，运动啊，出出汗啊，然后这里的一些绿化环境，我相信也是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更舒服，尤其在这个冠病疫情期间呢，我们没有什么地方好去，所以我们下午的时候呢，就带孩子啊出来走走咯。所以非常感谢这个Dr. Sim 还有他的团队啊，尤其是都会有下来看看这个建设的这个工程，然后我也是希望在接下来呢，可以再做更多的这个改善，尤其在绿化方面啊，还有更多的这个设施建设。